惊喜唐可敬 BMEP 邀您共赏医师好辣。欢迎收看医师好辣，介绍我们上半年好辣医师团。这些医疗乱象只有他们敢挖掘。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医院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次通通告诉你。好辣军团们还掌握哪些超劲爆内幕呢？节目可精彩了，这是要揭发我们医师呢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要来控诉医师啦，今天很精彩，两边大对决，对对对，口才都很好。肃清是不用讲了，对啊，对不对？你是姓方吗？家辉喜溜溜球球。够广秀比赛的，你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医师未告知病情，态度傲慢，无歉意。首先，一般我们常常进到这个医疗案件啊，大部分都是重症，例如说，人走进去躺着出来。可是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小的事情，也都会变成医纠。像我就自己遇到一个案例哈，就我们有一个当事人，他来委托我们，他告诉我是这样。他之前去医院看这个一般大型医院的医疗中心的门诊，然后他本身是有胃溃疡的。那正常胃溃疡它是一个慢性病，它就是一次看医生完就开给你一个月的药，然后你就到下个月再来开药。那同时间呢，这个医生呢就除了开药给他以外，也说啊，那我就帮你把胃拿去做切片检查，看看你这个胃溃疡程度怎么样。那他就也是一样，就下个月来看病，然后再拿药。然后在下个月又再来的时候，原本的医生啊，他已经本身请假，刚好另外一个医生来代班。他也说，哎，我继续要来拿胃溃疡的药哦。结果这医生看一看说，你怎么还拿胃溃疡药？为什么？你明明得胃癌啊，你怎么还来拿胃溃疡的药？他吓到了，啊，什么我得了胃癌？你不知道你的那个切片检查报告吗？说我的之前医生都没跟我讲啊，明明就应该告诉他的诊疗报告，可是原来医生忘记了，忘记。所以我这病患他就非常生气，他就在下一次去找那个原本帮他看病的这个医生，就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这医生就告诉他，啊，因为我太忙了，你看我这么多病患，一天要看100多个，那忘记告诉你而已嘛。哇，这会生气，这会气死。所以那个当事人就去告了，对不对？气死，对，告医生目的不是要赢，很多病患他也目的不是要赢，他是要让这个医生知道你不能这样对待病患。其实这个要讲，就是我不大相信会有医生敢直接跟病患这样子讲，说我就是忘很忙啊，我忘了告诉你，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在收院长信箱的时候，第一个火药味就这么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看那个病患的那些陈情的一些院长信箱嘛，哈，啊，因为有时候伤太多，我们有时候是当事人，大家在反应在抱怨的时候，那个用词都会很激烈。我想这件事情，比如说假设这个医生真的忘记了，他你真的回来的时候，你来跟他讲这件事，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他的错嘛，你未来你没有跟人家讲，他就会想办法用一种其他的方式跟你圆过去啊，怎么可能才去激怒你说我就是忘记啊，你怎么样？其实医生不用太生气哈，因为法院常常站在医生这边，我们提告了以后啊，你知道法院怎么认定说对医生有错，他没有告知，好，但是呢，你只是慢一个月知道而已，你有没有因此加重你的病情？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证，病患要自己证明说，因为我慢一个月知道，我的这个胃癌是不是严重很多？如果你没办法举证证明的话，那很抱歉，我认为你只是慢一个月知道，没有损失，所以你求偿没有办法成功。所以这官司你们是算败诉，算是败诉的。身为品德高尚的妇产科医师，你的业里非常优秀，不太会犯这种事情啊。那个江医师他不一样，绝大部分医师不会这样态度傲慢，对，无知无歉意哈，好不好？先看一下，可能可能啊，对对对对，态度无歉意就好了。对。我先回应一下，如果以那刚才那个病情的话，那一位病人为何他也没有问说我的报告呢？医生忘记讲，那你没有问吗？这是问题。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在10多年前也碰过一例这样的，因为那时候还纸本病历，所以我们可以去无意中翻到别科的病历。我一看，他停七十几岁的妇女，她来停经或出血，那我们当然先看有没有内膜癌啊，怎么说？那在等超音波的时候，我刚好有空档翻一下他的病历，哎，不对啊。这人5年前被开过刀，是癌症啊。他说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后续的治疗？我就赶快问一下，说，哎，啊，你知道你以前开过？哎呦呦呦，外科帮我开什么刀啊？我说那你后来呢？他说，后来有怎样吗？我心想傻眼了，这不是癌症吗？哎，啊，怎么都没有处理啊？后来我就查一下他的，原来他第一次他有回诊，2次都回诊了。第一次回来哦，那个报告还没出来；第二次他自己来，没有家属来的。啊，他年纪大也忘记了。
结果呢就摆在那里。那他最有趣的是，他五年来疾病并没有，就开那个刀哦，等于没有开癌症手术，只开一个一般良性手术，但是居然也刚刚好，可能在疾病上比较早期，居然也都没有转移什么。所以你说如果去告哦，也是不会成立，为什么？啊，你不要证明说慢了五年有没有造成疾病的恶化啊？对，所以这个告也应该是不会赢了。但只是说后来我刚刚跟病理科主任说，哎，有一个天才，你们当初的病理报告居然没有人跟他讲，他说哈，怎么会这样子？后来他也是跟我说，哦，当时做特殊染色，所以又延后了一个礼拜才报告，但是就是没有人注意到，就病人换他自己去的时候，他也忘记说，其实上次报告还没有看。现在我们医院都有规定哦，所有的病理报告，因为我就好像这一次讲的，可能会两三个礼拜之后才出来，医院会发简讯给这个主治医师，会告诉你说你有某个病人的那个病理报告有问题。哦，对，现在恶性会发简讯给你，哎，一定会，恶性一定会通知到，所以你没有理由说你现在进步很多了，不知道，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哦。我们现在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你去告医院或告医生，大概刑事大概八九成都是输的比较多，因为一方面就是说。你的医学知识可能没办法懂得那么多。第二个就是说，刚刚讲因果关系的困难度了哈。我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有一个律师朋友就打很多人钱了，他跟我说，哎，你们妇产科是这么烂，这个产检照了快十次超音波，没有办法看出手少了一段。我说，其实蛮容易看的，可是我问你一下。他的超音波是不是都健保？他说对，都健保几乎的。我说他有没有做高层次超音波？他说没有。我说没有的话，这医生不会有过失。美国超音波医学会规定说，我们的基础超音波该看什么？该看胎儿有几个，是不是？如果末期要看胎儿有没有正常，有没有心跳，然后胎盘位置、羊水量什么那些，通通都有。但是不需要看细节啊。至于大小呢？大小用头的大横径、腹围跟一只大腿骨。所以有人发生过少一只脚，为什么没发现？他说，因为他，我说那个，因为他只要量一只脚啊。但如果他做了高层次，那问题就比较大。他付了那个钱，高层次的定义就是必须要看很多细节，就争议比较大。美国超音波为什么这样定？因为他们认为说一个胎儿，他们认为这些地方不影响生命，应该要生出来。你没有理由为了这样子，然后诊断出来，然后堕胎。而我们台湾过去一直都这样做。其实，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这个小女孩后来要听她妈妈。继续打官司，最后打赢了，但这个小女孩的心也死了，因为她的妈妈在法庭上说，如果当初你们告诉我她没有手跟脚的话，我就不会把她生出来了。哦，那女儿很伤心哦。这个是很伤心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人跟国外的医生的看人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啊，对。法庭上任何事都是很不堪的，是。另外就是他们一直在讲我们医师态度傲慢无谦言，我也要讲很多律师的态度也都是一样。我们一直去被告嘛，现在大家都知道被告就是刑事跟民事嘛，对不对？刑事确实很难成立，因为他讲因果关系嘛，而且另外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很离谱，可是事实上你去医疗鉴定，为什么我们会赢？为什么会输？事实上是因为很多病人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一定没有有一定的几率会发生的。哎，我该做的事情有做，它发生了，你就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了，你一定会告我，一定觉得是我的错嘛。事实上它可能是一定的那个一定的风险嘛，对不对？那民事的部分就很难讲，大家都知道我刑事赢不一定民事会赢嘛。对，所以很多时候律师就利用这样子来威胁我们医生，你知道吗？这就有个骨科医生，我的学长，他就真的很惨，他帮病人换一个关节，膝关节。画完之后，那个病人伤口就感染，那个病人大概五十几岁，就有点感染嘛。感染之后，病人到门诊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很不高兴嘛，在那个诊间是跟那个主治医师吵架的哈。那可是那主治就跟他讲啊，说那主治也蛮客气的，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就跟他讲说，那你放个新的东西进去，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身体会产生一些排斥反应，所以你这时候感染率本来就比较高嘛，对不对？不是我做了什么，他就一定不会怎么样嘛。因为他讲的态度也蛮诚恳，后来那个病人也就是本来很生气的，本来就还可以接受。他出去外面坐着在等拿药的时候，他旁边跟他太太嘛，都还是会碎念一下嘛。就被旁边的那个司法黄牛听到，哎，那你要不要告这个医生啊？我跟你讲哦，有时候甚至他们很多事是你不知道而已。如果你把他病历调出来看哦，跟你讲他搞不好在开刀里面跟你怎样怎样，也忘记跟你做什么事，甚至跟人家聊天怎样怎样，你去告他，没关系。他说，可是告他不是很麻烦？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帮你处理。就是司法黄牛，这司法黄牛的错，不是律师。哦，对对，他。然后后来就真的去告了，也真的有个律师哦，就帮他告，他们就讲好了，就是如果告赢了，钱怎么分？对，告输了之后就是他们负责嘛。这种在美国非常常见的，对，非常常见，因为美国因为是拆账的，对，台湾不行，台湾是不能拆账的，刑事案特别刑事案件不能拆，他就是多少钱多少钱。可他们私下拆啊，你怎么知道？对啊，就那个律师就要抓去关。对啊，然后就真的被告了嘛，当然一审医疗鉴定他一定没事嘛，就说本来就有一定的几率嘛。就后来他们要再上诉，要再告第二次嘛，就要提出新的施政。那在上面写什么？
他们就把病历整个调出来，就发现那个主治医师有一些地方没有盖到章。嗯、他说这主治医师代表照顾病患不用心，那死定了。但是也无聊嘛，对我们来讲说，偶尔说这种也没有影响到什么事情嘛。他就再上诉第二次，他就写什么？这个主治医师平常不修边幅，生活习惯不佳，所以哈、哦，给他开到病人本来就容易感染，连这话讲得出来，知道吗？那个主治有多气，你知道吗？因为他每一次被传票，他就要去一次。那个传的时候又不是一定的事，常常遇到他开刀或遇到他什么事，他就要去调查 schedule， 他很烦哦。啊，最后当然没事嘛，人家还不放过他，他去告民事，他就烦啊，民事要写状子，他不会写，怎么办？他只好去请律师，对方的律师私下透过人来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啦。你请这个律师打，通通打下来也要十几二十万啊，你不如拿来，你不如直接给我，我就帮你核，就跟你核掉。他说那个正义无价，我不在乎那十几万，我老子跟你拼了。但是也伤痕累累，对身伤痕累累啊，对啊。那个律师本来就是这个是策略嘛，对，打不然就开支打乌贼战，把你乱打。那第二个，治疗位置搞错地方，却判定医师无罪。我们就曾经遇过一个牙医的案件，这个牙医师呢就跟这个病患大概五十几岁的一个。这个婆婆啦哈，就看她的牙齿说，哎，我告诉你哦，你的左上方的牙齿啊，我照了 X 光以后啊，有这个抽神经的啦，然后你又有这个牙龈不好啦，有牙周病啊，所以我建议你可能要拔掉哈，然后我们这个治疗以后可能弄一些假牙。好，那就下个礼拜找一个时间来了，那就进就是麻醉了，躺着麻醉，弄完以后，奇怪，为什么我是？右上方的假牙被拔，右上方的牙齿被拔，我明明不是左上方的吗？怎么会这样呢？他就问这个牙医师，牙医师刚说没有啊，我本来就要拔你右上方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其实牙医师自己知道自己拔错了，可是他就是不能够说我错了嘛，他就死说没有，我告诉你，我照你 X 光哦，我发现你的右上方牙齿有一些蛀牙，我做一些预防。可是麻烦来了，他来这个病患委托我们来打这个官司，问题大了。你怎么证明原本医师跟你讲要拔左上方的牙齿？因为你跟他的沟通过程没有录音啊。因为律师是你告人家一定要举证嘛。对，没错，是你告人家，没错。可是病历记录他不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写，对我们听起来简直太天方夜谭了。现在是我的手术，你要填手术同意书，上面就有部位了。像刚刚江医师讲的没错，现在这种状况几乎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我们在做任何治疗之前要拔的牙齿位置，我们上面都会直接填给病人看，就是譬如说我要拔左上。上的第一大臼齿牙位我都写好，然后我跟病患确认好，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所以我在想，这个医师，我当然不是在帮这个医师讲话，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牙周病通常是全口的，那有可能他左上跟右上同时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医师可能自己有安排了治疗顺序，但他没有跟病患讲得很清楚。他可能当下左上方有看到一些牙齿有发炎或什么状况，他突然决定要拔右边。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应该要在治疗。我的心情转折到底发生什么事？又讲什么？我在模拟啊，他在帮他设想。对对对对对，看到什么叫态度傲慢无情。这个你没打赢吗？这个没有办法举证证明，我们是为了要拔左上方，结果拔到右上方。那个手术同意书上面没有写明白，没有手术同意书，没有，没有签。那就是很多小诊所没有那么详细，尤其是再早一点根本都没有。固定格式一定要签哦，卫生部有规定的。你这两边讨论的不在同一条线上。对啊，我给观众点正能量。好，对对对。就我们现在讲很多医疗纠纷案例，可能发生的时间都很久远。对，大家不要知道，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界，其实在医疗品质跟病患安全上，这几年是进步非常快的。所以刚刚大家讲说所谓的医生的告知义务，十年以前医生的告知义务说，你今天要来挂号到我的门诊来，我再告知说你这个是上次的切片是癌症。今天如果你今天你挂号你没来，说你没有来我怎么告诉你呢？所以在以前大家认为的告知义务是病人到诊间之后我才有告知义务。可最近这十年，台湾经过很多次的非常非常多的评鉴的。医院有很多的一个情况是要主动告知。刚刚江副院长讲过，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切片出来是癌症，就算是你挂号没来，或是你两次三次没有来，医院都要主动去打电话追到你。对啊，你主动没来，我要去报警。我跟你讲，没有那么夸张。就现在很多是要求要主你来，对不对？要求要主动告知。第一个就是恶性病变，因为这个不能拖，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他拖还是有影响的。比方说法定传染病，你今天照个 X 光回去之后，我们医生看完之后你是开放性肺结核，那你就算你不来，我们不仅这个就是要追了，我打电话给你，如果你不来，我要通报卫生局，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卫教师或感染管控护理师，因为你这个不来，或你在社区到处跑，太别人了，所以很多是一个主动告知义务。
那大家觉得说医生态度很不好，我相信有些医师犯错之后不太敢坦然面对，会想一方法去凹。我就曾经有一个同业，他是个骨科医师，一个老太太去看病了，她是双膝的退化性关节炎。那两边我们知道退化不是同步退化，一边会比较严重，一边可能没那么严重。那通常如果年纪比较大的开刀，医生也会想说，我就先开一边，因为两边一起换关节，麻醉时间太长，风险会增高，所以也会先开一边。开完之后，如果效果不错，再让你考虑要不要开另外一边。所以这个老太太两个都退化关节，一开始她是右膝，可能是右膝痛，她看完之后 X 光照，医生认为说她的左膝退化更严重。啊，虽然她左膝没那么痛，可是这个的变形更明显，所以医师会建议她开左边。结果后来手术日那一天呢，大家就这个主治医师当然有他助手住院师帮忙准备嘛，住院师就翻翻他的这个时候病历记录，哎，第一次看医生，第一次就诊是右膝痛，诊断退化性关节炎，他看看之后 X 光片拿来看，哎，果然退化嘛，那没错，就准备右膝，弄好了之后单全部都铺好了，坦白讲，主治医师要去开刀的时候只看那个膝盖，因为其他全部被盖住，刀子划下去，他突然觉得说这是哪只脚，他说右膝。他说不对啊，这个应该开左膝啊，所以病历再去翻，他一看是这样开错，怎么办？就把伤口缝起来，缝起来之后重新准备开左膝，左膝就很顺利开完。开完之后他也很坦然跟家属讲哦，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他右边后来如果真的需要，他还是要开，要开的话我就从原来的伤口再给他化解开。有没有伤害？你不能讲完全没有伤害啊，但是你说医师态度好不好？我认为他的态度很坦然，家属听了之后呢？也坦白讲不高兴，也不太高兴出院。出院完之后呢，果然这个医师就被这个对方就有委托律师去告。那告的时候，医师说也不对嘛哈，那当然这个也应该负点责任。伤害大不大，大家可能看法不一样。他愿意个人去拿一些这个金额去补偿家属，可是没想到对方开始三位数。他觉得这个就有一点这个到上百万，对，就是这个伤口没有错，你闹一票，三位数那个给他印尼币嘛，对。这个伤口态度要这么好办，他态度轻浮不是？当然就后来就三位数，当然就两个就谈，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就没办法和解，就进法院。但我也只能讲说，对方律师的一个诉讼策略非常高明，他是告，我记得还是告刑事，对，过失伤害，过失伤害，然后过失伤害之后呢，告刑事过程里面，比如说明天要开庭了，就打电话，哎，这个江医师啊，这个明天要开庭了，您有没有想说私下和解，这样对你也不好啊，对不对？两手策略，对，如果说对，如果说这个如果事情传出去，你这么认真的医师哈，这个我想你看你对病人也很好，就对你考虑一下嘛哈，可能他就。减个10万，所以他觉得医生觉得说还是觉得不好嘛，好吧，就进入官司嘛。官司通常也不会那么快的定验嘛，哈。所以打的过程里面，他三不五时就很煎熬了。那我现在跟我的这个，我知道你很认真嘛，哈，我也跟当事人讲，请他们也不要那么坚持嘛，哈，再减个10万。所以一路开庭的时候，这个律师和医师里面就一直和他去在斡旋。这医师后来被搞得真的神经衰弱，后来大概就一半的价钱，他医师好了，我赔了。我们当然不能讲说。金钱去衡量老太太伤口的疼痛啊，或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觉得说，有一些情况真的，大家还是可以互相。我觉得贾副院长讲的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医院的现况。对，好，他举的案例是很久，在我们现在看根本不可能发生。我才讲贾副院长他开错的，你知道我们以前的医院是怎么处置开错边的医师吗？怎么处？当场他开错了，对不对？发生错了。他那个医师出来，马上就跟家属认错，说不好意思，我开错了。下午他就被停职了。对，因为下午这个医师就被 fire 了。对，然后隔天报纸就出来，隔天报纸出来，然后自己就那一件闹很大。那一件这个现在哪有什么可以躲避的啊？那根本没有办法。主要是因为医院不想扛责任啊，就叫医生自己处理了。哦，你这样讲也是有点对。其实啊，没有了，这些医师当然就是他算是好医师嘛，没有发生这种事，可是并不代表没有医生会发生这种事，应该是这样讲。今天大家只是举出案例来讨论一下，来讨论一下。其实你说打官司，我个人也蛮有经验。第二个呢，你说开诊所医师的，我也很有经验。对，所以你们都清醒，我大致都能理解。医师大部分都是
处理掉了，因为他不想每天去烦了，光开庭那个搞好几年了，对，你知道吗？他就是乌贼战术，给你乱开花，开到你也不很没有很没有道理的，你要一直去反驳，太累了，真的很累，情绪跟心情都很累，但是还是不鼓励大家没有事就告医生，这样也不好。好，来我们看看第三个了，哇，终于急诊闹事打架，报警处理也无解。现在我觉得有比较好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警民连线，但是以前急诊室跟警察局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时候啊，12点以后急诊之友就来了，只要有喝酒醉路倒，全部都送来急诊。你说他路倒撞到头，或是你说他酒精中毒，然后肝衰竭，然后你来到急诊，合理，我们都会处理他医疗上面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们不叫路倒，叫做酒醉躺在路边，对对，然后可是这样子也是送来急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一个酒醉躺在路边，然后那个警察又送过来，不是19送还是警察送，然后警察送了就走了，然后我就说那个至少帮我们找一下家属，他们说哦好好好会，结果会了之后这个病人开始乱了。他先叫护理师说我要尿尿，我要小便，就护理师一来的时候，他就对着护理师尿，对啊，而且还跟护理说这类休假就睡没办哦，就是很乱这样子，然后脏话什么的。那时候我觉得不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处理，一个护理师卡在这里，其他病人都不要看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赶快打到警察局，我说这个人没有问题，一定要放在急诊吗？然后就说他是路倒，我说不是，他是酒醉躺路边，他不是路倒。你们只要赶快把他找到家人，然后就送他回家就可以啦。或是警察局不是你们有板凳可以躺吗？对啊，现在实务上其实每次都是这样做，因为只要有那种酒醉路倒啊，救护车通常会先到现场，我们也会到现场。可是重点到现场之后，通常救护人员现在都不会把他们送医院，因为就觉得他们就只是喝醉酒而已，所以原则上都是靠我们去找他的家属来联络他，或是他如果真的有酒醉疯狂，或是家不暴行于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他带回去保护管束，这样子有经验。听起来这样是比较合理，因为比较安全，这样也不会造那个有责任心的警察。我们讲的是比较有人性化的，因为我们在场的每个医生都是人心人数，那我们的律师也都是受过很多的法学教育，果然都说实话，你看，我们出来混讲信用的嘛，我就要先讲场面话，一定要讲真实的故事，是，因为像现在的执法人员了，像我们这些学弟们啊，他们现在都是一切都是依法，他们就密录器啊，直接你所有的过程啊，我们的行车记录器啊，还有你所有的监视系统，你在医院里面闹的任何情形跑不掉，看得清清楚楚，不是你说的。算了，那我那个年代，我民国78、79年在中山分局，中山区酒醉太多了，每天都有好几十个。对，他都酒醉了，在医院里面摔东西、摔杯子，跟医生大小声了。我们以前的做法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啊，什么叫保护管束？没有医疗，直接用医疗。我们以前就比较人性化，我学长跟我两个人来，我送你回家，一送到我们第一殡仪馆。reality 啊，就直接给推进去了，送殡仪馆，把丢到停尸间了。门把它关起来，哎呦，不夸张，睡一觉，真的不夸张，我们就里面的北北我们很熟嘛，门怕会啊，就把丢进去了，5分钟开始在里面撞墙壁啊，撞我出去，里面十几具要退兵的尸体啊，酒醒了，我说你这么看是退休的警察，敢讲，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喝酒醉？没有醉，没醉，你刚刚怎么摔坏医院的东西？有赔，通通赔，把他带出来，5分钟带到回去医院。钱数一数，还给医生，哦、医院的那哎，那种制度比较好哎。我们讲是人性化。对呀，你看那个泰国哪里说酒驾撞死人洗尸体啊？是啊，所以我就跟医生的互动很好，他们不用烦恼那种酒醉的，我也不需要跟你才送到派出所把你保铐个手铐，不用就丢到里面去跟你那些好朋友，所以很快就醒了。90%喝酒醉的哈 ，wrong game， 都是假的。他是借酒装疯，那真的睡就瘫在那边不会动了，所以叫不醒永远是装睡，真的真的。顺给人有没有学起来？你现在不应该关心，你这样没办法这样实行。现在都是主要都是用医疗法直接侦办送这样。对，所以我讲的是过去的故事了，但是我们讲的是过去我们警察跟医师的互动是很好的，这互动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不会用法条来约束说，哎，你错了，你是有违法，我们不需要我们讲这些话，但除非有很多那种医疗的。真正的纠纷，比如说出人命了，即将帕罗飙起来死掉了，这个真的有出人命的，这个可能就是要诉讼了。对，一般的可以，我们去现场能够调解和解掉，
不用，那伟霆他们就不要来了，因为他们赚不到钱了，我们当场就把他处理了，收了，退休了，对，你不需要让这个家属跟医生这边吵，这告来告去的，你到这法院去，大家都不好嘛，因为很多的医生他出发点他就是为你好，他不认识你，他干嘛害你？嗯，可是他的可能做的方式，可能本来是 A 线，他走到 B 的地方去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会有疏失，那疏失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协调的嘛，不是那么硬邦邦一定要走到法院去，法院就是很硬的嘛，那一翻两瞪眼的嘛，可是很多事情是可以处理协调的嘛。是，说实在，我比较喜欢这种个性，对，可能我们是同年龄的，你看我们对警察以前警察权力比较大，对对，现在你看，对对对，啊，依法行事，全部没有人在谈那个被杀的警察，现在那个警察会叫我学长你好，那就把我开单了。真的。那我比你好，他说你要开罚单，还是我们俩合照一张？我说还是合照好了，起码看我人情味了。但是也比较好了，因为警察就是依法帮我处理。对，我也很怀念以前的时代啊。坦白的，警察、律师啊，还有记者，坦白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嗯，所以后面一句话就是。这个没有期待就不会有伤害，就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在医院里面发生的，如果它不是医疗本身相关的这些难题，我们当然都会希望这个警察能帮忙处理。我们在急诊室也曾经有一个居无定所，就常常住公寮，他也不是游民，他有工作就住公寮，可自己的环境卫生这个弄得非常非常差，就常常会有蜂窝性组织炎，就是这个伤口感染之后就住院，可住院之后护理员就很头痛了，因为他第一个常常不在。哎，第二个回来的时候就常常又喝得醉醺醺的，哦，一次回来之后身上说烟嘛也不是烟的味道，护士也分辨不出是什么味道，就护士照顾是很头痛，就常常出院之后呢又回来，就会有一次把一个急诊病患吓了一跳，为什么呢？急诊病患那个门也没关，因为老太太可能肚子痛要上厕所，就一进去之后就发现有个人就瘫卧在那边，旁边有两罐。强力胶，就他就是吸强力胶，吸到怎么样？吸到整个人都已经恍神了，就躺那边。所以看的时候，我们马上告诉我们护士，我们当然第一个报警啊，当然是报警嘛，对不对？这个是毒品啊，啊，你吸毒品当然要带走嘛，要把它抓起来，把它铐起来。嗯。可是，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医疗相关的一些法规不是那么熟悉。后来警察来了之后，他说吸强力胶，吸强力胶找我干什么？对不对？吸强力胶，他不是你们住院病人吗？他有中毒，那你也把他医好啊？你找我能把他去干什么吗？所以。警察来的时候看看就走了，那走了之后这个人叫一叫不行，到病房去，病房的护士看又进去了，又在找警察。那警察来说，你刚刚不是已经叫过我吗？我都跟你讲过，我没办法处理啊。那护理就觉得说奇怪，这个怎么会你帮不了忙呢？这个不是医疗的问题，他医院吸毒啊，你应该把他带走啊。对，后来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就强力胶，它在法律上不是，对，它没办法去直接这个，它可能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对，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这种约束哈，其实不是警察，是要道德约束，对，因为你只是告诉他你不要再，等他醒了之后告诉他说吸强力胶对你身体不好，你不要再吸了。嗯，我高大哥为什么？对，要大家第一名，因为一般这种强力胶像是经济弱势的人才会用。那对，那种强力胶其实很多在我们中下阶层的一些工人呢、啊，就临时工啊，他根本来没有吸强力胶的习惯，可是他在那边当木工当一天之后，他觉得强力胶吸得昏昏沉沉的，就开始对他就会养成一个。上了一个有瘾，可是吸强力胶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大小便会失禁啊。那碰到这种东西，我们真的很为难。你说跟他道德劝说，你不如跟我家那只胖胖那只小狗讲，他听得懂。你跟那种吸强力胶的人跟他讲，你跟他讲100句，他不会理你半句的。可是这种碰到这种社会局又不管了、啊，你跟医院也倒霉啊，哪一个？这像我们剪刀石头布，你输就都丢，你就输就输啊，对啊，这是碰到人倒霉啊。所以这种像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吸强力胶这些，它本身它的虽然不是属于我们的毒品，可是它本身它的行为是脱序，那这些是不是要强制的来把它做一个保护管束？比如说它就是看我们用社会秩序维护法，不要把它罚钱，罚钱没有用嘛，我们请他吃几天的饭，放在牢笼里面关个5-6天，那就可以戒，这就是戒掉。对啊，你就让他们关在那个我们拘留所里面5-6天就好了。社会秩序维护法不一定要判你罚钱嘛，包括很多都是为什么一定要可以让你罚钱？你就是关在里面3-5天，他可能就会改变了。送殡仪馆会不会忙就好？那个会摸那些尸体，我碰过，去了强力胶，他会摸那尸体的脸呢、啊，是真的。接下来我们看看第四样，盗用假身份就医，医师惨被关。医生帮助病人哈，那也没什么
医疗行为没什么过失，既然真的被抓去关，我看到他剃的平头，吓一大跳。这个妇产科医师他是这样倒霉啊，就是说有一对两小无猜的十几岁的小男女生哈，去一个大人陪的女生，大人陪的去，然后看起来就像他妈妈嘛哈，是陪是堕胎。那什么医生说年纪太小，才高中好像一年级、二年级，所以他没办法生孩子。那医生想说，对啊，那护理师帮他对一下身份证哈，这个女生就说我是他妈妈，就这样，那个是弄完了，说没事。过了一两年，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哈，说请你来说明一下，你是不是曾经帮一个这样的人堕胎？他就想一头雾水，这怎么记得这种什么普通的案子啊？就开始翻遍，哎，没错啊，可是这怎么回事？叫我去法院啊？法院去了以后，发现问题来了。他说你当初这个帮他堕胎，你是做的事情。他说做了。他说那你家长同意？他说家长有啊，他家长有来啊。他说你知道这家长是谁吗？他说他妈妈，这个女生的妈妈。他说是男生的妈妈。嗯，他说傻眼了。护理师没有去对到说这个女生的母亲不是这个名字啊，所以居然是男生的妈妈带他去堕胎。对，哇塞，这医生就犯了堕胎罪，是不是？我不晓得，等下律师补充一下。然后判刑居然给他七个月无法缓刑，那中间哎对，因为六个月之内可以缓刑嘛，他也不知道他是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是给他判七个月，傲慢无歉意，对，就居然真的去关呢，我真吓掉了。蛮可怜的。其实只要判超过六个月以上，他就没办法一颗罚金。嗯，哎，所以一般我们大概就努力，就是撑到可以让他判到六个月。哦，如果和解就没事。对，通常和解法院就会给予缓刑，或是给予一颗罚金。那说不定开价又太高了，他无法接受，应该是去关七个月。我刚刚讲很多医生哦，他出发点他不是我跟医生没有敌对了哈，他出发点他没有说要针对哪些病患，也或者是针对什么特定人士。嗯，可是他。有时候他医生你叫他说拿身份证来特意对，他其实小诊所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嗯，像我曾经做过一个案例啊，他办过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女生她就是要做引流手术，以前叫夹娃娃嘛。那以前一般妇产科小诊所可能七八千块，他就帮你旁边有人帮你陪你来，就帮你直接做引流手术了嘛。嗯，做完手术之后，你说这种小诊所他怎么可能会把你身份证拿来对？一般不会的。嗯，但是不对是他自己疏忽啦。我刚刚讲他有时候。小小的疏忽，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后面的人很多麻烦。嗯，他把他做引流手术完之后，没多久一两个礼拜，这个女生的先生呢跑到诊所去跟他讲：“你为什么可以把我的太太堕胎拿我的小孩？嗯，你是堕胎罪，你我要告你。”嗯，那医生他也一头雾水啊，他有闺蜜来，但是他也不敢讲闺蜜到底跟什么关系啊。我们以前也不懂法律，也不晓得是不是引流，就是旁边有个人就好了，我们不懂。不是，再补充一下，成年人如果单身的话，本人同意就可以了。对，那闺蜜只是因为她那时候要需要全身麻醉，所以只要有家属陪，成年人家属陪就够了。要照顾。所以重点是她是不是单身，还有是家属，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她的身份证，所以呢，所以她真的她先生。我们学长去到现场的时候，两照身份证一拿着看。那是配偶栏是空白的、啊，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太太？她说我们是离婚的，那离婚关你是一点差事也没有，什么事？啊，对，就喝令他本来跟医生要20万，那所以医生那刚一毛钱也不用给他了。慢慢的，我觉得说，像这种医生对这种引流这种，我们还是要追溯一个法律啊，就是说我们的堕胎罪是不是要把它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啊，比如说你两照或单身还是怎么样，什么原因？是不是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单身本来就都是他有规定的，比方说大部分人都用那一条，就是因为怀孕造成他心理的损伤，或者是家庭影响家庭生活，这一点是算有人叫放水条款嘛？那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他如果单身的话，确实他成年人他不需要先生同意，要已婚才算了。老公他配偶后面没有就不算了。急诊是警民合作最频繁的单位了。处理什么打架斗殴了、车祸、酒驾这种，像以前如果穿上顺吉这样来急诊室，他说刚刚有个案件什么，我们想要这个报告。以前我们是真的看到警察穿那个样子，我们就给了。对，现在不敢，为什么？我们也曾经发生过两招来车祸，然后来一个穿这样子，哎，我要某某某人的一个酒车报告，护士一看以前就是印一张就给走了。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来了一个穿一样的衣服的人，长得不一样的，说我要了什么什么报告，我们这刚不是已经给你了吗？有吗？我们没有派人过来，我们这才过来。刚刚有人来拿假冒检警，对，刚刚有人这个来要过报告啊，说没有啊，就问一问之后，哎，发现真的警局是说他确信他们这个警局没有派人来取两照相关人的一个酒测报告，那后来怎么办？就后来就
我们说那你请你提供你的证件，一看后面第二个来是真的，那真的后来我们就再印一份。所以后来现在不管你是不是穿得像警察，第一个我们现在警察到医院来，我们都要看他们证件，看这个标签，他还要有他们的分局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带官印的，我们才会提供报告，要不然我们也会怕牵扯到个资法泄露的问题。这个比较精彩，来讨论一下。是。医师桃色纠纷多，社局外遇样样来。这医师可以讲一下啊，先生。没有经验啊，是经验比较丰富。因为啊，就像刚才刘律师他分享的嘛，其实告医师都告不赢啊，所以我职业开始我是告医师告得赢的，就是什么妨碍家庭的部分。就是通常啦，医师经过一段苦学的日子啊，然后在医院里面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这样子一路拼上来，哎，拼到经济稳定的时候呢，手头上有着一些钱了以后，开始经济优渥无余的时候，就开始会怎么样？穷康选康，然后呢就怎么样？外面就会可能跟一些护士啊，或是甚至跟同事啊，或甚至是跟病患，就会有一些婚外情的时候发生啊。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他是医师娘，因为我的客户就是医师娘比较多啦。那他来找我呢，就是说，哎，他收到了这个医师对他提出的这个离婚诉讼的案件，然后呢，他就想说，怎么会莫名其妙收到这个离婚的诉讼？那离婚呢，通常这种民事离婚的案件啊，通常都会看到那个善本，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证据有什么证据。结果一看就发现啊，那个医师减负的证据是说，平常因为他都会对他言语暴力。可是呢，这个医师的证据是怎么样？他是怎么取的？他先激怒这个医师娘，因为两夫妻双方一定都会吵架嘛，口出恶言，对，然后公婆后天哀。那但是医师很聪明嘛，他收证的时候，他不会收证他激怒的那个区块，他就是收证医师娘啊情绪不稳，然后陈述的时候，对，就是口出恶言的时候，所以医师就主张他受言语暴力啊。那医师娘当然也觉得啊很莫名其妙，很无辜嘛。我说没关系，那你回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些证据，那我们收集看，要有筹码嘛，要来打这个离婚诉讼，因为我们不要离婚啊，你要离婚你要怎么样，拿钱放人嘛。对，所以医师娘她就去回家就去收集，冷静下来收集以后，发现两个人共用的 iPad 怎么样，发现这个医师竟然有那个算女生安全期的 APP， 结果这个安全期呢跟医师娘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医师娘早就已经有女儿了，对，可能有点，医师娘可能已经更年期了，但是她还这边算那个哦什么受孕排卵怎么样，都算的都不一样，好，这样就算了。是病人的资料吧，应该是病人的。哦，原来是病人的资料，然后研究这个东西，喜欢研究啦，那没关系，那再看那个她的一些订房的那些记录。发现说订房，因为订房会用英文的罗马拼音，医师的罗马拼音在上面，但是另外一个住客的那个罗马拼音就不一样了。哦，再发现购物的记录，哎，情人节有去买一个什么999朵玫瑰花，医师娘从来没收过玫瑰花。不鲜的，你为什么要一直对号入座？奇怪了。好，那你说送妈妈，那再来就是内衣店，情趣内衣的那个送弟弟啊，妈妈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可能一些饰品啊，然后也都反正医师娘完全都没有收到。我说好，那这就是我们筹码，那我们来就是来谈嘛。结果呢，后来医师也发现说，哦，原来医师娘其实冷静下来收证也可以收集到那么多的证据。可是这些不是没有直接证据吗？这个这样有用吗？但是呢，因为。可以吓唬他，对对，有的意思就是被吓坏，很有经验啊，真有经验。因为其实自己做错事，自己有婚外情，其实自己会吓到，而且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手头上还有多少证据。对，所以呢，我们就拿这个来谈嘛。那因为其实离婚诉讼是有过失的一方，你没办法提，你提了你不会成的。那医师当然就是刚才像这个贾医师分享的嘛，我们律师就是说，哎，要不要和解啊？那个怎么样和解来造成他？因为医师其实都很忙。他们每天光忙病患的事，光忙医生的事，光忙着赚钱都已经来不及了，他没有空去跟你律师搞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是磋商了很久，那跟他讲说，你这个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离婚的话，你想要去外面发展的话，那就来一个价嘛，这样子。那医师后来也被逼得真的是没办法啦，因为他就觉得说，哦，自己也真的有婚外情，然后
医师娘也真的手头上好像有东西，啊，律师又恰北北的样子哈，所以后来呢，也就是用剩余财产的这个部分拿了几千万，然后离婚，哇，结束了。其实医师他的世界，他的空间很小，嗯，他从学校毕业之后到就一直在医院，就在医院。他很少像我们这种在外面五湖四海、东方、东西南北这样跑都看到，所以他的地方的世界就是在那个圈圈里面，所以他们有也会有聚会，很多医生哦都会把太太送到国外去，嗯，送到加拿大，送到斯里兰卡，是陪小孩子读书，为了孩子，因为他希望他的孩子下一代教育更好，所以委屈他太太到加拿大，到国外去帮忙照顾。很多有我的朋友很多里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知名的小儿科医师，他的太太是在那边。那有一天呢，因为我带我的孩子去他诊所去看喉咙，嗯，那我就看他眉头皱皱的，我觉得奇怪，平常他都嘻嘻哈哈，啊，我就问他说，哎，你是身体不舒服啊？我说身体不舒服要看医生了，啊，他自己就也是有一种，嗯，就是有点心不在焉，嗯，那帮我孩子在量哦，就是检查喉咙之后，就心不在焉在看别的地方，我觉得，哎，我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吗？不然怎么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最近惹到一个麻烦。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有个聚会，常常会一群人在一个私人的招待所唱唱歌，喝喝小酒，喝喝红酒，那会有人找一些女孩子跟我们一起啊喊喊拳啊，唱唱歌啊，嗯，可是吹吹牛啊，对，那里面就有一个女生哦，主动追他，主动来追他，那个小女生来追他，那追他之后啊，一次两次他就会带他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宴会聚会啊，那一群的医生他们都会有个时间都会固定聚会，那。有一天，他就把这个小女生带回去家里了。那带回去家里之后，他也觉得没什么事啊。可是那个小女生拿着她的保险套，拿着所有的卫生纸，偷偷带走。嗯，没多久，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帮派，四海帮的帮派来找他了，直接到诊所去找他。你强奸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未成年，未成年你居然强奸了我的妹妹，还把她骗到你家里去，你把她灌醉酒骗到你家里去。我不认识你妹妹啊，然后他就说，拿照片给他，我妹妹握有你的保险套的精液，握有你的那个卫生纸，你要不要做 DNA？ 你现在不然通知你太太回来，哇，他一定要通知我太太回来，还得了？对，他要求300万，他很简单，300万处理，其他的什么都不免谈。他都跟我讲这样子，我觉得他掏心掏肺跟我讲了，我说那你事后怎么处理？坦白讲，你跟他睡完之后你怎么处理？他说拿个5000块给他坐车回去，我说 OK， 好，那我帮你处理。我就直接打电话给那个四海帮的那个分子，我直接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有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要出来到我们警察局来，我帮你们做了解协调一下。他说没有，这个小事我们自己处理。我说你现在有一点不是小事，我觉得有点是涉及仙人跳。我说你是不是，我们那时候电话可以直接传唤他嘛，不用写通知书嘛。那来了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这个女生第一个跟你什么关系？他说我妹妹。我说你身份证拿出来我看。后来我查了他的后面之那个，他说前个诉请资料之后，哇，我发现说他已经去跟好多医生要钱，都要到手了。同样的手法，以7、8个医生钱都给他了，100到300都给他。他碰到这个医生，他本来要给他的，还能给薄，跟他讲。我就说是很简单，要就是你把东西真物还给人家，因为他有拿5000块给你妹妹，嗯，哦，给你这个女生，表示什么？他是。应招啊，嫖妓的话是不得了的，你这个是未成年，这等于是要送广慈不忘院的，那我吓他的也没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但是他一听，哎，我说未成年，我说还是你设局的仙人跳，你这是直接就可以把你移送提报流氓的，他一听，我们误会一场，可能我妹妹骗我，嗯，所以他东西就还给了医生，完全一毛钱也没给他，我300块，再也没有去找那个医生麻烦，从来也没有过去。哇，哥他这个真的是厉害了，我跟你讲，我想起一个故事哦，一个笑话，说一个女生跑去一个公司上班哦，那她在只有上班一个月，就跟20个男生上过床，那她就离职之后就没几天就开始发简讯给这20个人说我怀孕了，哦，请付5000块，我要去堕胎。结果几乎所有人都缴钱了，但是很久以前的故事，现在可能不是5000，可能是5万了哈。所以这就是一样嘛，就是他厉害的人会说开玩笑，你拿出证据出来，嗯，就要小心上当。我要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各位医师，现在通奸罪其实除罪化了，这个对你也是适用，是791号刚通过。顺便啦，你不要再鼓励他们了。我是要告知一下各位医生，要谨记一下夫妻之间的分内事项。然后想说可以跟各位医师要高大哥的电话。
今天讨论非常激烈，真的。但是他们也不是对立的，只是把这个所有事情来看看。我们的我们这个医院呢，其实真的很像小型社会，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状况。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更了解双方立场，也会少点对立吧。嗯，多点倾听跟关怀。谢谢所有贵宾，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